他跑到哪里去了？快开他！哪里啊？哦，他看起来像蟑螂哎。他怎么有点肥耶？为什么？这时候他是四只脚同时行动。快，他会摔下来啊！他真的看起来很……他长得好肉哦。他想去哪里？他说 ：“I see you。”他不会掉到水里面。我想要看他奔跑的样子。他在吃虾米。他在吃东西耶，他的假食物，我想看松鼠游泳。他在干嘛？他的头怎么那么小颗啊？是他尾巴太大颗。他的尾巴比身体还大。在树里面。这是弹跳。嗯。他的爪子是可以跳起来，跳起来有点快乐。你想要？他的头怎么长那么欢乐？啊、他们跑到哪里去？他们也在拍拍。他只在乱吃。他头怎么长那么欢乐啊？不欢乐。他整个是神奇的动物，但现在有点黑。他头怎么长这样？本来就长这样。他整个。他感觉变松鼠了，这跟我想象的松鼠。你好哎，他看起来无尾熊脸。哇，是桥鼠哎。哇，他跑到桥底下。他可能他家在那里。他说你一直看我，我要咬他。是桥鼠吧？是桥鼠。那个跑到树的后面去，是遥远的东西。啊呀呀的！鱼丝呀呀！满个，这是什么鸽子？鸽子。鸽子哎，白鸽。哇，超多白鸽耶！可以丢石头过去。我丢手榴弹。他就不。丫丫熊死